现在讲第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发动朝鲜战争？现在的已经披露出来的档案材料，对朝鲜战争起源的过程呢，已经讲述的比较清楚。如果不是斯大林这个批准金日成采取这样一次行动的话，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所以问题的环节关键的环节就在于斯大林为什么要批准金日成这次行动。金日成想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这个是由来已久。苏联军队撤离朝鲜以后不久，金日成就到莫斯科去了，就表露了这样一层意思，就是他想要统一这个整个朝鲜，但是完全依靠和平的手段可能很难实现，是不是有可能允许他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斯大林讲什么？说你不能主动发动进攻，如果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你可以反击，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统一是可以的，等于是拒绝了他，所以金日成就回来了。四月份他又派人到北平，当时毛泽东刚进这个北京，金一来了，跟毛泽东、刘少奇、这个朱德、周恩来这个谈过几次，在谈话期间呢，也谈到了朝鲜统一的问题。毛泽东的意见呢，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个朝鲜统一的问题是正确的，原则上不错，啊，武装夺取政权嘛，枪杆子里头出政权，对。但是你现在不能做，因为现在我还没统一呢，说你等我统一完了，我把军队都调到北边去帮着你一块打南朝鲜，非常容易啊，说咱们都是黄头发不是黄头发咱们都是黑头发这个黄皮肤啊，他也看不出谁是谁，很容易。所以金日成就回去了，也就是说他在莫斯科和北京都碰了壁。那么到1949年的六月，美军就撤出了朝鲜半岛，那么这个时候朝鲜半岛就没有外国军队了，但顾问团有啊，军事顾问团苏联和美国都有，但是正规军没有了。这个时候金日成就起草了一个作战计划，叫翁京半岛作战计划。翁京半岛嘛，大家看朝鲜地图，就是在三八线的靠西边有一个小三角，那个三角就是翁京半岛。他说我把人民军部队在三八线一字排开，然后先打翁京半岛，如果美国没有反应的话，我全线突击，半个月内解决问题。这个计划呢，苏联大使施蒂科夫就报到了莫斯科。两个多月以后，9月24号，苏共中央主席团这个开会做了个决议，说不行，啊，这个计划不能实行。说因为在朝鲜半岛发生的这个冲突，哪怕是局部地区的冲突，都可能引起美国的干涉，这样这个苏联就不得不面对和美国的在亚洲的一场冲突，这个从苏联外交政策来讲是不允许的，所以不能采取这次军事行动，解放南朝鲜还是要通过和平统一的道路，啊，你多做点宣传，啊，派游击队过去捣乱，拉点选票，总而言之和平统一。
所以金日成呢这个非常沮丧。后来施蒂科夫发了一个电报给莫斯科，讲说这个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这个非常痛苦啊。过了十月，因为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嘛，金日成这个情绪又上来了，说你毛泽东说的啊，你统一完了要轮到我了嘛，说现在你跟天安门城楼你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下边不就轮到我了吗？啪，一个电报打给毛泽东。那这会儿呢毛泽东也很难办这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立了，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其实不要说还有台湾问题，还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就整个西南问题都没有解决啊，那个还是在国民党手里攥着，占据着，所以他就没有直接的答复金日成，就把这个电报转给了斯大林，说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又来找来了。斯大林就给回了一封电报啊，10月25号起草了一封，后来11月5号又换了个口气又回起草了一封电报，两封电报意思是一样的，说呀，在朝鲜的问题上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啊，说金日成呢还年轻啊，这个他的工作由我来做，你就放心吧。从1949年的十月到1949年12月，我们在这个俄国解密档案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电报，就是平壤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报，主要就是讲苏联顾问和苏联大使没有这个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他们没有能够制止在沿三八线附近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冲突。这个因为三八线嘛，它是一条自然的划界线，就按照这个纬度画的，所以他遇到了很多难题，比如很多河流、很多道路啊，都是这条线穿过，这边就是北方，这边就是南方，有的村子从中间咔嚓一下切断，啊，这个我是北朝鲜的，我弟弟就是南朝鲜的，那还有的从他们家过去了，呱唧。说你想他一条线嘛是吧，你要真从那个他们家这床上过去麻烦了，夫妻俩都得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三八线附近产生冲突是很自然的情况，这说这是我的，那边说是他的啊，他难免就是大概有1000到2000起这种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斯大林非常担心啊，说这他很担心这样的一个事件，一次小的碰撞的火花可能会引起大的冲突啊，所以不断的批评这个施蒂科夫还有这个苏联的顾问团，口气也是非常强硬啊。所以到1949年底的时候，中苏双方都是不允许也不同意金日成采取这样一次军事行动，包括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以后，因为他是12月16号去的莫斯科嘛，到了莫斯科以后两个人你看那个谈话记录，也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毛泽东上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就斯大林问说你咱们俩谈什么，毛泽东问第一句话就是，您能否告诉我和平能维持多久，说因为中国呢要开始经济建设了啊，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斯大林讲10年15年我想是没有问题，只要你不打金日成不打20年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中苏的意见还是完全一致的，不允许金日成发动这样一场战争。但是一个月以后斯大林的态度突然变了，1月30号斯大林给这个施蒂科夫
发了一个电报，啊，说我同意朝鲜同志们的计划，但这件事要做得非常隐秘，请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和他当面谈。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一封电报，斯大林改变了态度。两天以后他又追了一封电报，说昨天谈的这个事儿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括弧包括中国人。那这第二个就又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做的这个决定是没有跟毛泽东这个商量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所以他金日成你先别来了，你等他走了你再来。问题就发生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这一个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斯大林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还要背着毛泽东。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考虑到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话，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以压缩到这一个月当中。这一个月当中就是一月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和我们对问题的梳理的，应该说跟这个事情有关的，发生了两件事情，跟这个斯大林决策有关的两件事。第一，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第二，美国对华政策的确立。那么这两件事儿跟斯大林这个对朝鲜问题的决策的转变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就得看中苏签了个什么条约，美国采取了一个什么政策。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这个研究的已经很细了啊，这个专著也有，论文也很多，这个同学们可以去看一看。我只讲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1945年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条约，就是中苏友好同盟这个条约。那个条约规定的是什么呢？那个条约规定，第一，外蒙古独立；第二，这个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苏联参与经营，就是中苏合股经营；第三，旅顺港租借给苏联30年；第四，大连港的行政权归苏联。主要是这四条，这四条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为苏联在亚洲开辟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因为俄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它一共有3个出海口，都是被封闭的。列宁格勒这个被波罗的海封闭，如果你要是想去这个大西洋必须得通过波罗的海，而当时这个波罗的海3国还不是苏联的领土啊，还有这个芬兰相当一块是直接和圣彼得堡接壤的。这个事情的改变是通过二战前后苏联跟希特勒的秘密协定和二战以后西方大国承认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来保证了北方的这个出海口。第二个，黑海到这个地中海，通过这个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鲁普鲁斯海峡，啊，这个也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苏联在这个土耳其海峡呢是占据了这个
有一定的权力，还有军舰可以通过。第三个就是太平洋。太平洋呢，苏联有一个港口在哪儿呢？对，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但是大家看看地图你就知道，这个港口对苏联其实非常不利，因为它完全在日本海包围当中，啊，往北边是过不去了，南下太平洋必须通过对马海峡，这边日本，那边是韩国，啊，朝鲜半岛，所以也是受制于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19世纪末，沙皇俄国就在精心的策划如何在这个太平洋找到一个出海口和一个不动港，就是冬天也能自由活动的这个港口。我前不久到这个大连去，大连党校去讲课的时候，顺便去大连档案馆去看了一下，正好他们这个就是大连开府办了个这个大连市开府办了一个档案展览，他们从沙皇这个从这个俄国弄来了大批的那个档案，其中就有当时如何开辟大连港的时候这个他那个外交大臣的报告，还有海军这个海军部的报告。其中有一个报告就谈到，当时是这个俄国的外交大臣给这个尼古拉二世讲说，在远东啊有两个地方非常适合俄国在那儿开辟这个太平洋的出海口，一个就是辽东半岛，就是大连旅顺这附近，第二个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东北部他说有几个港口，这个可以开发。尼古拉二世预批完全正确，啊，照此办理，所以后来这个俄国就强租了旅顺港，又开辟了大连港，啊，另外又投资，搞的这个中东铁路，后来改名叫中长铁路，就中国长春铁路，这样子，到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苏联就实现了，不是苏联，俄国就实现了在亚洲设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这样一个战略，啊，建立了这样一个战略基地，啊，从那个俄国的欧洲部分，这个走西伯利亚铁路，沿着这个蒙古边界。在这个哪儿？这个满洲里入中国，然后到哈尔滨、长春、沈阳一线下来。但是，这个1904年、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俄国人打败了，就被日本人占了，所以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战略基地。那么又过了40年。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又把日本人打败了，又夺回来了。这就是1945年8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内容，就是要俄国要苏联要得回这个他在东北的这个特权，啊。那么这样一个条约。到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的时候，斯大林就犯嘀咕了，说这事儿是不知道毛泽东怎么看呢，啊，他是继承这个条约呢，还是他要鼓捣一个新玩意儿，他要鼓捣个什么东西也不清楚，啊，到1949年初的时候，中苏之间要确定一个政治联盟，这点是确定的，啊，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到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半年之间，中苏领导人进行了这个沟通交流，双方亮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啊，斯大林非常满意，啊，因为毛泽东一再声称嘛，说我们就跟着苏联走，苏联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啊，斯大林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他的学生，啊，这话当然说得好听，其实他在此前已经得罪了斯大林，啊，就比如过长江的问题，跟斯大林吵得一塌糊涂，啊，所以，他很担心，就是斯大林因为这些事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一再的表态。后来斯大林也接受了，也给了中共大量的援助。所以到1949年上半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将要夺取政权以后将要采取的这个政策，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是要跟苏联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啊，他也承认中国共产党还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吧，啊，这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双方这个都没有明言，就是怎么处理1945年的这个条约的问题，啊，就互相试探，谁也不知道谁心里怎么想的。米高扬来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先试探了一下，正好他们谈话当中谈到这个少数民族的政策问题。后来毛泽东说呢，说我们将来啊，这个夺取了政权以后，要向苏联学习，一定要搞这个民族少数民族自治政策，比如在新疆，在这个蒙古这个内蒙古。谈到这儿的时候，毛泽东就加了一句，说外蒙古脱离出去，脱离中国，我们是赞同的。那个时候是为了革命嘛。啊，所以外蒙古脱离这个分离出去越多越好，分离出去越多，这个反动政权就越虚弱嘛，我就越容易取而代之，当然是好。他说，但是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政权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请斯大林同志考虑，是不是能够照顾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允许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啊，问题提的也是挺尖锐，但是很巧妙。这个斯大林答复更巧妙，米高扬立刻电报斯大林，说这个毛泽东惦记外蒙古呢，怎么办？斯大林回电，说呀，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有人向我提出，为了蒙古的统一，要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说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对中国不利。这个米高扬一说完，毛泽东一听明白了，啊，就得了，说中国共产党以后再也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是啊，你这再提这个外蒙古没回来，这内蒙古出去了，不提了。不提是不提啊，但是这个整个中还有别的问题呢，中长路的问题，旅顺港的问题。所以刘少奇到莫斯科的时候呢，就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啊，7月4号递交给这个斯大林，讲什么？讲了很多了，就是将来这个中国实行的政策呀等等。但是讲到这个中苏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如何处理1945年的这个条约。刘少奇的报告当中写道。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考虑有3种处理办法。第一，宣布废除这个条约；第二，宣布继承这个条约；第三，这个发表一个声明，啊，就是目前维持这个条约，
待日后修改。斯大林看了报告以后呢，画了个圈，拉出一道杠，写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就没跟刘少奇谈。所以这个中华人民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谈这事儿，所以他忙不迭的就去了这个莫斯科。但俩人一谈就谈崩了，啊，这个也是12月16号那次谈话，上来他们讲完关于和平的问题的后，第二段话讲的就是关于这个条约问题。毛泽东说我来之前啊，中共中央开了一次会，关于这个1945年的条约，我们的话没说完，斯大林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开了一个会，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必须保留。然后就讲为什么啊，这个因为雅尔塔体系啊，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英国啦、日本啦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这个条约是不能动的，这个话就谈不下去了啊。后来就经历了很多波折，这个也是，反正是他是去祝寿嘛，祝完寿人都走了，毛泽东就不走，就跟那待着啊，待着这个斯大林就待烦了，说您这个人家都回去了，你怎么不走啊？啊，你不走你倒是出来一趟啊，也不出来，成天在屋里不知道干什么。不到一个星期，英国这个报纸登出来了，说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这斯大林受不了，说你毛泽东你不能这样啊，是吧？就派大使去找这个王稼祥，说你好歹得出来露个面。好，这个时候王稼祥出了个主意，说主席可比发表一个这个用文字的方式答塔斯社记者问。那么在这个这个就登在真理报上了，1月2号的真理报。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找不到这个答记者问的这个文本，所以到底谁起草的这个原文是现在有争议啊。有一种看法说是斯大林起草的，这毛泽东自己说的，是后来50年代他讲。还有一种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是毛泽东起草的。为什么？这个语言不像斯大林起草，你看他怎么说的啊。记者问毛泽东先生，你到莫斯科做什么来了，是吧？你人家都祝寿嘛，人家都走了，你不走，意思你干嘛呢？在这儿，毛泽东答说，我到莫斯科，第一是给斯大林同志祝寿，第二要就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以及专家呀、什么这个贸易呀、贷款呀等等问题，达成一系列的协议。这样一下就把这个中苏同盟条约问题挑出来了，过去没有讲这个事儿，从来没有见过报。第二句更有意思，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啊？毛答，那就看谈判的结果如何了。这意思哈，你不同意我就不走了。这话不像斯大林写的，我分析啊，是毛起草了，斯大林被迫接受了。啊，你不接受怎么办？你不接受他也不露面，这个他也不回去，啊，所以弄得斯大林很被动。啊，那么这以后，斯大林就同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于是毛泽东就让周恩来赶快做准备，然后到莫斯科。啊，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轻松了啊，去这个东宫啊，什么看看芭蕾舞啊，原则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嘛，具体事就等周恩来来了啊。但是就在周恩来到莫斯科的这段时间，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其实斯大林精心策划了这个新的中苏条约。这过程很复杂，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讲这个结果。就其实他搞的这个条约呢，基本上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的内容，
就是换了个名字。这个周恩来是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所以等到这个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一谈，才知道。啊，这个整个基本上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的内容。毛泽东勃然大怒，这不耍我们这个？要周恩来不理他那个，咱们自己搞一个。所以1月23号，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苏联的这个文本草案，26号，周恩来就打回去一个中国的文本，主要就是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中国的起草的文件怎么讲？说这个到对日合约签订，最迟1952年底，苏联要无偿的归还中长路。啊，归还这个旅顺港。大连港是签订协议以后立即归还。哦，这个方案一交给苏联以后，又轮着斯大林勃然大怒，说这毛泽东这搞的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但是他们怎么开会讨论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那个文本找到了4份，啊，其中有一份就是斯大林改的。啊，你去看看那个，他都是翻译成俄文以后给了苏联，全给画的一杠一杠，反正不是叉子就是这个叹号，不就问号，是4页纸的文本，剩了不到3行半，最后签字，斯大林我不同意，斯大林，但是很奇怪，28号，就是2天以后。苏联外交部交回给中国的这个文本，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意见。有些这个讨价还价，后来也反正很复杂，但是大致的结果是这样子。这个日子很重要，28号。再过了2天，30号，斯大林就起草了那个给朝鲜的那封电报。所以从时间上看，他们俩联系的是非常紧密。那么斯大林答复这个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1月19号，因为1月17号呢是这个谁呀、啊？这个朝鲜驻华大使吕周渊要上任前呢给他送行，金日成呢就举办了一个这个工作午宴，请了苏联大使啊，什么中国人的朝鲜领导人到，大家都参加。这个朝鲜人嘛爱喝酒啊，你开会嘛就开吧，哇，先喝酒，喝着喝着就晕了。说这金日成就醉醺醺的，一把拉住施蒂科夫的手，说我非常痛苦啊，说朝鲜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就等着我去解救他们。但是斯大林同志不让我去，他非要说等着南朝鲜发动进攻我才能反击，到现在李承晚他也不进攻啊。说毛泽东说他统一完了就轮到我统一了，结果现在他统一完了他不理我了，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去莫斯科，我要面见斯大林。什么和平统一根本不解决问题，只有靠武装斗争，说得非常激昂慷慨。这个施蒂科夫可是吓出了一身汗啊，因为他已经被斯大林这个骂得狗血淋头了，一天到晚这个在那不管事儿，所以给吓坏了。哎，这感觉这金生同志您这喝多了，赶快休息去吧。回来以后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个长篇的电报，就把整个这个过程，他怎么喝醉酒，然后说这说，最后施蒂科夫的结论是，说金日成就是
这个借着酒意说出了他不敢说的话啊。那当然谁敢说啊，这个指责斯大林又指责毛泽东，那还了得，你算老几啊。所以他只能仗着喝酒，反正这大不了我就是说胡话呗。这个19号这个电报到了以后一直没有反应，就是30号斯大林回的这个电报，就是针对19号施季科夫这个电报回的，所以这是一件事儿啊。就是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结果是苏联第二次失去了在亚洲的出海口和不动港，45年他刚收回来，50年又丢失了啊，最多还有2年吧，到52年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斯大林如果还想要维持这个苏联战后的亚洲战略的话，如果他还想要在太平洋保持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的话，他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在哪里？朝鲜半岛。这个事儿啊，你说斯大林是突然想到的吗？不是。刚才我们讲沙俄的时候，这个外交大臣其实就讲到了，他当时俄国就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辽东半岛，或者是朝鲜半岛。后来嘛，因为这个铁路的关系，他们先修的那个中长路嘛，那会儿不叫中东路，啊，所以后来就选择了辽东半岛。后来这个事儿呢，中国人也看得非常清楚。1945年2月开这个雅尔塔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跟这个苏联人商量，就是将来要逼迫中国签订这么一个条约，然后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这个利益，在东北的特权啊，否则的话，斯大林说那我就不打日本人。当时美国人求着苏联人，就是日本人还有100多万关东军，谁打呀？啊，靠中国人是靠不住，啊，这个美国人又不愿意做这个牺牲，所以美国人说这样，海上我们解决，整个太平洋这个和日本本土我们来解决，但是整这个东北关东军这100万人由苏联解决。那斯大林讲，我这个解决可以，我有什么利益？哎，美国人聪明啊，这他没得给，他说中国这东西都可以给你。这个条约，这个当时没有签条约，就是这么个消息，后来还是传出来了。所以到4月份的时候，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就找到了里海海军上将，因为里海呢当时参加了雅尔塔会议，他们俩关系比较好，他就刺探这个消息，说听说雅尔塔会议做了个决议啊，关于这个旅顺港的问题啊，这个有没有这么个说法？当然这个谁也不能明白告诉他们，因为当时斯大林讲了，说这个事儿现在不能讲啊，一定等我这个把部队都布置好了以后再讲。所以李海呢就拐着弯抹着脚，就等于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下顾维钧就着急了，说我们好歹也是战胜国呀，啊，我这个领土没有扩大，我反正这个被割让出去，这公理何在啊？这苏联人为什么非偏租我们这旅顺港啊？他可以租，他租朝鲜半岛不好吗？当时他就讲，这个谈话记录记得非常清楚，他说朝鲜半岛有日本人经营的几个港口，非常适合他们嘛，啊，这个铁路稍微修一修，很便利的嘛。后来李海说呢，说我可以转达这个意见，啊，这说明
就是看到朝鲜半岛对于苏联的战略利益，不仅是俄国人、苏联人，中国人也看得非常清楚。再一个证据，1945年9月，日本投降，啊，投降以后，苏联外交部给斯大林写了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里讲到什么？就讲到在亚洲的战略基地的问题的时候，啊，外交部认为，朝鲜半岛有4个港口可以作为战略的这个军港、战略基地，就是仁川、元山、釜山和济州岛。说这4个港口，只要我们能够取得2个，甚至1个，都可以建立起这我们在远东的这个战略性的联系。啊，后来过了不久，又写了一个报告，也是大概同样的内容。所以苏联外交部对这个问题看的当时也是很清楚的，啊，就是咱们选择嘛，反正不是这个东北谈不下来，咱们就拿朝鲜。哎，后来呢是东北谈下来了，朝鲜呢反而画了个3-8线，事情呢就变成苏联的海军基地就建在了这个旅大地区。那么现在呢，情况又变了，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啊，人家要收回，怎么办？所以我想，这个斯大林很可能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建议，啊，搞不好也想起了沙俄这个外交大臣的建议。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个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讲了，他连在朝鲜半岛发生一点零星的冲突都感到担心，他怎么可能冒险去让金日成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啊，就算他想得到苏联的这个实现苏联这种战略意图的话，那他们要冒极大的风险，就是要跟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一场冲突。那么恰恰在1月份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美国宣布了他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在这个宣言当中呢，就提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政策，从国共内战开始以后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他拿不定主意。国民党腐败，这个很多美国人看得非常清楚，啊，很多人也不满意蒋介石，啊，但是对共产党又不放心，啊，你这帮人就将来不定干什么，啊，所以一直是采取了一种叫做等待尘埃落定的这样一种政策，就是等这个灰尘都降下来，看清楚怎么回事，咱们再决定。这个你一拖再拖，就拖到了1949年底，你就不能再拖了，那已经没灰尘了，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跑台湾去了，怎么办？而且这个时候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如果再不决策的话，他可能就失去了主动权啊。所以12月29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这个辩论会，两派意见，这边是军方，这边是国务院，怎么办？对中国，
军方的意见说我们对共产党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啊，共产党一路南下，我们是一路南撤，啊，打到天津，打到青岛，打到这个上海，美国海军陆战队哗哗哗就撤了，我没惹他们，啊，现在就剩于台湾了，如果让中共再占领了台湾，那就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远东的防卫线，所以不能再让，必须援助蒋介石固守台湾，这是军方的意见。这个国务院的完全不同，这个艾奇逊讲说不对，说你们只是从军事上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上看问题。什么叫政治？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哎，这是毛说的啊。所谓其实政治问题第一个就要分清敌友，你连敌友都分不清楚，您跟谁打仗啊？艾奇逊说什么呀？说美国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俄国。说如果美国把他的兵力、财务、军力都放用来对付中国，让苏联人在那看热闹，我们在战略上就失败了。哎，讲的有道理。所以他说美国的战略主要的是要分裂中苏，不能让中国跟苏联结成联盟啊，一旦形成这种态势的话，那个对美国是个最大的威胁，那共产主义就从欧洲一直横跨到亚洲太平洋，那还了得？所以这个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哦，这个杜鲁门一听讲得好啊，有道理，那怎么办呢？那艾奇逊说好办，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吗？你把台湾让给中共，中共一定感激我们吗？他就不会跟苏联去结盟吗？其实伤害中国的都是俄国啊，我们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给中共一个这个大礼包，他能不倾向我们吗？哎，这个杜鲁门也越听越上进，好，说得好啊，应该这么办。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渠道了啊！49年大家都知道斯图雷登那个事儿吗？啊，斯图雷登后来没谈成，那这个也挺复杂的，就是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啊。但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误会，就是过去没有搞，主要也是档案没解密，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毛泽东先宣布的一边倒，还是斯图雷登先这个拒绝去北平见这个中共领导，还是中共先拒绝斯图雷登，还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现在都清楚了啊，这个俄国档案也解密了，这个周恩来文稿也出来了，黄华回忆录还有斯图雷登的回忆录都出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呢想留一手，他把斯图雷登留在南京，就是想这边跟中共探索一下这个将来能够建立什么什么联系。而中共当时呢也留着斯图雷登这条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毛泽东不能确定斯大林是不是认可中国这个朋友，他这个2月份他跟米高扬的表态非常清楚，把中国的底儿全露了，但是米高扬一句话不说呀、啊、米高扬说我就带着耳朵来的啊，我没有任务来这个讲这个苏联的立场，所以他必须派刘少奇到莫斯科去，你亲自跟斯大林谈谈，看他到底怎么想的。刘少奇6月26号到了莫斯科，27号晚上跟斯大林谈，一谈谈得非常好啊！你看那个会谈记录，斯大林上来就问这个刘少奇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刘少奇不客气，哗一大单子拉出来，要钱，要枪，要炮，要海军，要空军，要水雷，什么，哗，我斯大林满口答应，说行，没问题，啊，要什么给什么，啊，不要都给。是啊，这新疆就单子里没有啊。那斯大林说：“哎，你们怎么不赶快占领新疆啊？新疆多重要，又有棉花，又有石油。”斯大林说：“太远了，我们怎么去呀、啊？我们这个又没有汽车，又没有马匹。”
哎呦，他说汽车我给，说不行，我派飞机运你们过去。六二七说那这个，他拦住，他不是有这个马步芳、马鸿逵的骑兵啊？他说中共吃过这亏。哎呀，萨利说骑兵啊是最怕飞机轰炸，我派两个团飞机，扔几个炸弹，他们就散了。后来中共提前进江，跟苏联的援助有很大关系。第一军进江，全都是坐的苏联的飞机，一直到了这个哈密，然后才开始分散这个占领整个全江。所以斯大林一表态，毛泽东心里有底了嘛。这个时候斯图雷登呢，在那儿摆谱，这个开始他们接触双，他也不搭理，磨磨唧唧。他之所以磨磨唧唧的，也是他也不知道，美国国内万一知道这事儿会有什么反应，他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故意逗他玩呢，还是真的向他递了一个橄榄枝。这个事情就拖起来了。到23号的时候，黄华又打了个电报给周恩来，说这个斯图雷登说他要回国了。那么回国之前，关于北上这个北平见面的事儿，是不是提醒他一下？这个黄华在提醒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在回电当中加了一句，他说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提醒他一下这个事情。这说明什么呢？就23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想留着这条线。为什么？那个时候莫斯科没消息。等到27号这边谈完了，凌晨3点，刘少奇把电报打过来。这个时候，这个斯图雷登电报也来了，摆谱，斯图雷登让我去北平可以，但是这个我要坐飞机去，中国这个陆地走不安全，而且我要坐美国飞机，你们是否同意？哎，这个周恩来又把这电报给毛看，这个时候毛一看完，加了一句话。说你告诉他爱来不来，来了也没什么好谈的，心里有底了。所以这个中国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以后，跟着就是一系列的，比如说这个处理美国间谍案啊，什么这个没收这个教会财产啊，等等等等，这个中美关系就进入了这个一个冰冻的状态。而且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斯图雷登，完了，他给人大使都送走了，在中国大陆没人了，你想传递个信息靠谁呀？没人，得了，这个杜鲁门说我自己来吧。1月5号公开发表声明，他只有通过这种方法，要不然事情也很紧急啊。毛泽东已经在莫斯科里，也不知道他们俩谈什么呢，谈到什么程度了，得赶快发表声明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了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我们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意思就是你要打你赶快打，反正我们不管。这个艾吉逊呢还怕毛泽东没听明白，12号又发表一个长篇的演说，在这个记者俱乐部讲什么？讲历史，讲这个历史上谁伤害了中国。说我们美国跟中国关系一向很好，你们中国那么多这个租界地，有美国的吗？没有。这个抗日战争谁给你们运来那么多东西？美国。说你们再想想，这外蒙古谁给划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儿去了？还有那唐努公园海呀、这个发表完了，这个斯大林一看，哎呦，气的说这个美国人忒坏，这不挑拨离间吗？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推动了斯大林接受中国条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他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战略就得逞了。
计划就得逞了。这斯大林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没有退路。这个在这儿毛泽东再提出这么个要求，你说他怎么办？他如果拒绝了毛，那毛真的一蹬腿走了，这个斯大林傻了就。啊，你想他跟中国多长的边境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艾吉逊在答复不是在这个讲述这个美国的远东战略的时候，他是想告诉中国人台湾不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内，他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跟这个杜鲁门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他要表述这么一个美国的这样一条防御线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讲的，说美国的防御线在远东的防御线是从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到菲律宾，这样子就把朝鲜半岛也划出去了，就朝鲜半岛也不在美军的防御线之内。后来这个历史研究当中，很多人，特别是美国人，都怪这个艾吉逊，说朝鲜战争就是你挑起来的，就你这一句话啊，说你不管这个朝鲜半岛，所以这个朝鲜人就打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啊，因为啊，这句话两三年前麦克阿瑟就讲过，也是公开的讲演。麦克阿瑟只不过方向变了，他是从南向北讲的，啊，美国的防御线是这个菲律宾到琉球到日本到阿留申，其实一样的，只不过那个时候人家没注意这个，而且美国从这个南朝鲜撤军，当时就定下了这么一个政策。就如果在这个远东发生战争的话，美国不会在朝鲜半岛跟苏联人打仗，他退守日本海。这样一种消息的传递，解除了斯大林的顾忌，至少是让他看到这个美国人有这样一种战略军事上的安排。但是我们都知道，斯大林这个人呢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从不冒险，冒险的事儿他不做。我记得去年，我们也是在这儿，这个终身教授，我讲的是冷战的起源，那个时候我们就分析了斯大林的行为模式。这个人呢是个非常现实主义、非常机会主义的人，他最好就是不付代价占便宜。什么叫不付价？就凭这张嘴，这嘴要能说对方让了最好。希腊问题、土耳其问题、这个伊朗问题都是这样，朝鲜问题也是这样，他不会轻易涉足冒险。所以如果这个背后没有巨大的利益推动的话，我想斯大林仍然不会吐这个口。就是美国人说朝鲜半岛不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内，只是一个条件，就是斯大林要实现自己这个军事战略和进程的这样一个军事方针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如果没这个条件，他可能也很难下定这个决心。但是现在有这个条件，虽然不是十分完备，但如果他要真有内在的推动力的话，他就要冒这个险。而这个内在的推动力，就是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与朝鲜战争？现在解密的这个档案啊，把这个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楚。啊，除了他怎么想的，咱不知道。啊，整个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过去不清楚。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参战了。这个是谁都，除了毛，别人谁也没想到。因为毛曾经跟金日成说过，啊，说你打，万一美国人要来了怎么办？啊，所以他说你现在别打，你等我打完了，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上去，跟你一块打，美国人来了咱也不怕。金日成不干，非要打，非要打，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啊，就美国还真的就参战了。顺便说一句，这个美国参战也是有一个由头，其实所有的事情的由头都在中苏同盟条约。中共为什么没有打这个台湾，不是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条约。美国为什么参战，也不是因为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条约。就是刚才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讲嘛，双方这个争议，因为杜鲁门这个宣言和这个谁，艾希逊这个演说呢，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他没有阻止中苏同盟的条约的签订，所以2月14号中苏同盟条约一公布，美国舆论大哗，你全白设计了，啊，你想的挺好，人家还是签约了。那美国人真是下了功夫了，啊！现在这个档案解，美国档案解密，说那个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那就是美国人造的谣啊。还有呢，一共造六条。艾希逊给这个美国驻法国和英国大使写信，说如下消息可以采取适当方式传播：第一，毛泽东被扣押了；第二，什么中国和苏联在这个条约当中做出了重大的利益牺牲，中国让出了几个战略的点，什么青岛啊、大连呀、啊，还哪的，整个就是瞎编。第三，说中国发生了这个政变，啊，刘少奇跟朱德打起来了，还有好几条什么什么100万劳力什么这瞎编，他是下了功夫，但是没用，啊，这个斯大林一让步，就顺理成章地签订了这个条约。那么签订以后，美国就做出了，马上做出了反响，就原来设想那个分裂中苏的这个计策失效了，怎么办？说现在中苏已经连成一片，社会主义阵营横跨欧亚大陆。4月份，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一个新的文件，叫这个68号文。这个68号文的这个主旨讲什么呀？就是讲现在对共产主义世界必须全面围堵，全面遏制。1947年杜鲁门宣言只是讲在欧洲遏制苏联，现在不能仅仅在欧洲遏制了，因为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扩大到亚洲，扩大到太平洋了，所以必须全面遏制。这样一个方针的确定，实际上虽然它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但是这个主导思想已经确立，啊，就是无论共产党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势力在任何一个方向上有所突破，美国都必须把它堵回去。按照这样一个逻辑，68号文形成以后，无论你是打朝鲜，还是打台湾，还是打越南，美国都会出动干预。而且第七舰队北上台湾海峡的这个方案，也不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才定的，在此前就已经确定了这样一个方案，就不管有什么事，第七舰队立刻出动。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这个赶上了这么一个时机，啊，
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朝鲜战争，而在中苏同盟条约。所以我解释了一下，就是为什么美国会突然参战，因为本来他说不参战的嘛。那美国参战就遇到了个问题啊，就朝鲜人打得过打不过美国人，打南朝鲜可以，这个金日成确实照他原来那个计划是四天，真是四天拿下汉城。金日成哇非常骄傲，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说报告斯大林同志，现在我已然拿下汉城，啊，我准备把朝鲜政府迁到汉城，我建议苏联顾问团也迁到汉城，我们召开一个盛大的庆功会。哦，这个斯大林回电说，你现在只是占领了一座城市，啊，南朝鲜军队都在往南逃跑，你不赶快组织部队追击，你开什么庆功会呀？哦，对，还得追。所以金日成赶快组织两个军团，但这个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阻力，就是美国空军的参战。因为美国陆军参战呢，确实像金日成估计的，美国调兵来不及。他当时一共在亚洲就四个师的兵力，啊，怎么可能突然调到朝鲜半岛？不大可能。所以只是一个突击队，7月5号就是空降。一个营在大田，但是那个时候什么架势，那个朝鲜人民军像潮水一样赶着这个李承晚的军队哗就往南走，所以你这个一个营下来没了，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但是美国空军的这个轰炸威胁非常大啊，这个斯大林也收到金日成的电报，专门就是讲这个轰炸，哎呀，炸的这个朝鲜人民军是找不着东找不着西了，啊，这个本来那个有一些先进设备就不大会用，啊，这再加上再一轰炸，哇，这个金城的电报写的说，斯大林同志，朝鲜人民军作战非常英勇，什么不顾生死，但就是对现代战争艺术不大掌握，这个希望苏联顾问立刻这个过三八线。因为苏联顾问他到了三八线都不走了，原来啊，苏联顾问哥在人民军当中是从排以上干部一对一的配置，所以整个这个人民军都是苏联这个训练出来的。但是斯大林有一条，就是朝鲜人这个苏联人不能过这个三八线，所以过了三八线打仗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啊，这原来有一拐棍儿，这当营长当排长的还行，知道方向，这玩意儿拐棍一没了，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再加上美国飞机这个轰炸，全乱了，所以这个时候斯大林也担心了，啊，所以7月2号他就让这个罗申苏联大使找周恩来，说，万一，啊，这个金日成顶不住，希望中国做好准备，啊，所以周恩来呢当时就提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我们现在集中了四个军，现在正往这个东北调呢。但是有一条，如果需要中国陆军出动的话，我们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来这个掩护陆军作战。这个罗申当然不敢答复了，所以他就报告斯大林。7月5号，斯大林直接给周恩来发了个电报，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威胁到朝鲜的时候，中国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啊，这俄国学者都不认这个，说没这回事，斯大林没答应过。不对，斯大林确实答应过，只不过他有个条件，他讲的是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时候。后来斯大林确实是把着这么一个这么一条界限。为什么？你往下听。毛泽东是急于出兵朝鲜，啊，从7月9号以后，这个第一次国防会议开完，东北这个边防军建立，就开始准备入朝作战，啊，
这个高岗在十三兵团师以上干部会上就这么讲了，说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啊，到时候我们全都换上朝鲜人的服装军装啊，这个就等待出发的命令。我在这个档案当中还看到中国跟朝鲜要这个人民军军服的样板，要大量的制造人民军军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毛泽东想的就是弄个几十万人换上人民军军装过去跟着一块打，赶快打完完了啊。因为你这个这事一打，这不是把中国这个打台湾给耽误了吗？所以他赶快打，打完后我好打台湾。我想啊，他可能是这么想的。这个开始呢，金日成呢是比较同意这个想法。他曾经找这个施蒂科夫谈了一次，他说这个我想请中国人来帮忙啊，不知道这个斯大林同志是否同意。说既然这个美国人可以帮李承晚，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帮我？但是这个施蒂科夫呢，请示了莫斯科，莫斯科没有答复，所以这个施蒂科夫也没有答复金日成。过了一个月，到了八月下旬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比较紧张了，因为这个韩国军队退，就退到洛东江以南了，退到洛东江以南，它的战线就收缩了。所以这个战争就处于一种这个焦灼的状态，你也打不过去，我也打不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朝鲜人民军就大量的向南方集结，北边几百公里的后防线就暴露出来了，没人防守。所以毛泽东赶快通知，派这个又告诉苏联人，然后让这个柴成文去跟金日成讲，跟这个朝鲜人讲，说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啊，你们只顾往前打，不顾后方这个防御，万一美国要在侧后登陆啊，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啊。所以现在两个选择，第一，你把主力部队调回来防守这个两边东西海岸线，特别是元山和仁川，说这两个地方很可能被美军作为登陆点啊。如果说你调不回来，当然金日成调不回来，他这个打这个釜山这个军队还不够呢，还能往回调。他说如果你调不回来，我可以派兵去给你守后方啊，我派志愿军部队过去把后方一守啊，你就放心在前面打。哎，金日成觉得这不错，又找斯大林说这个中国同志又提出这么一个方案怎么样。结果施蒂科夫转了转去就去，还是没有答复啊。所以金日成呢，他就不敢这个发出这个邀请，他也不敢答复中国啊。结果9月15号美国仁川登陆一举成功。本来啊，仁川那个地方确实是很难成功，这个他因为他这个他这个地形不好，海他这个岸边海水啊这个非常浅，他没有那个不是深水港，所以他那个军舰呢到不了岸边，非得涨大潮的时候才能靠近月尾岛，然后换小船再登陆。那个什么时候涨大潮，那日历上都写着呢，不是啊，都有日子呀，而且时间很短，几个小时就退潮了。所以你如果在两三个小时之内登陆不能成功，哗潮水一退，您那船就搁浅在岸边了，那不成活靶子了吗？所以美国国防部没有一个人同意麦克阿瑟这个计划，说你胡闹这是。哎，麦克阿瑟这人绝，我就这么干，还没人能拦得住他。果然那天美国200艘舰船7万人登陆，金日成防守的部队不到2个营，别说这个两个小时了，20分钟就突破了。
所以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以后，美国兵分两路，一路这个包围汉城，一路就包围洛东江，一下就把朝鲜人民军给这个后方线切断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就急了，17号周恩来去找这个苏联大使，说现在情况非常危急啊，我们必须出兵挽救朝鲜，说现在如果中国出队，这个部队出动到38线防守啊，还可以挽回败局。这边也通过这个朝鲜大使馆去跟朝鲜人讲，所以到了这个20号，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开会，大家讨论怎么办，要不要请中国人。这个金日成说的，这个大家说说意见吧。所有的人，我看当时的会议记录啊，所有人都说现在必须请中国人啊，不请说咱们已经没力量了，这38线无一人防守啊，那就那点部队全被人堵在洛东江那儿了啊，来不及回防，如果你不请中国人怎么办？这个金日成说，这但是斯大林从来不这个不发话呀，说这咱怎么办？说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一切，又给钱，又给枪，又给飞机，又给大炮，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请中国人来帮忙，斯大林同志会怎么想？啊，说这样吧，说找他那个秘书，说你要再去探听探听苏联的消息，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答应这个事儿。这个斯大林金日成这个秘书就找到史蒂科夫，跟史蒂科夫讲，哎呀，说现在形势非常危机啊，说你看能不能请这个中国同志来帮助。史蒂科夫反问了一句，这是斯大林同志这是金日成同志的主意吗？这个文日他想了想，哎呀，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说既然你个人看法就算了吧。因为史蒂科夫他一直没有得到斯大林的答复，他当然知道不答复就是不同意嘛，所以你没完没了的去问，你不是自讨没趣儿，他也就没问啊。斯大林什么想法呢？斯大林呢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看了斯大林给这个苏联顾问军事顾问的电报，斯大林没有想到这个形势这么严重，他想的是这个仁川登陆嘛，登陆以后你赶快说这个立即通知部队全部撤回38线，完了在38线构筑一道防线就完了，这就跟战争开始的时候一样了啊，就完了，这事儿就知道没发生啊。所以他下了几道命令，让这个通知金日成通知这个人民军迅速撤这个回撤，但是斯大林没想到这个部队呢给打乱了，连那个国防部长崔庸健都不知道前线的战况啊，再加上飞机轰炸，这会儿一弄是这个是营长找不着团长，团长找不着师长，这谁都不知道谁在哪儿啊，整个部队给打散了啊，所以整建制的逃回去的没有一支部队啊，几乎是全军覆没。但是等斯大林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到了27号，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再开会，说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啊，军队是没了，打光了，38线无一人防守，怎么办？说咱哥几个是逃还是战啊？后来商量半天，最后没办法，说这个，说还是请金日成直接出面找斯大林求援。说金日成就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啊，说朝鲜劳动人民，啊，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啊，我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实在坚持不住。如果苏联现在还不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的话，那么朝鲜就要亡国。电报就发出去了，所以到这个时候斯大林也没办法，所以他就给金日成回了个电啊，说金日成同志，来电收到，最近我在南方疗养，朝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大清楚，看来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
但是我早就说过，苏联是不会给予直接军事帮助的，因为我们跟美国有约定，什么三八线了等等。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对，这就是毛泽东。说你不要着急，这个事儿我来跟他联系。所以他这会儿充好人，其实拦着一直是他。他为什么要拦着毛泽东？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你给我想想我刚才讲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打这场战争是苏联要控制朝鲜半岛，哦，结果中国派几十万大军来，仗打赢了，这你说是我控制还是你控制啊？啊，这不是设计半天给毛泽东弄一大蛋糕？所以斯大林心有不甘，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能让中国人染指这个朝鲜半岛的事儿，所以他一直阻拦，就你不要来，用不着，啊，大不了我就是回归三八线嘛，啊，这事儿就没了，还朝鲜半岛还在我的手里控制，北朝鲜至少还我控制。如果你这个几十万大军进去，完了您再不走，是吧？这整个朝鲜半岛形势就变了。所以斯大林那会儿的想法呢，从他的根本的目的出发，他是不可能答应让中国干预这场战争的。但是到了北朝鲜面临灭亡的时刻，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北朝鲜亡了，大家看地图就可以知道，那跟苏联也是有接壤，苏联的远东地区也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现在必须得有人出来顶这个雷，谁呀？中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同志，你不是一直要出兵吗？我看现在是时候了，你要出动多少人，何时出动，电告。毛泽东呢是着急，哎，憋着气，这我一直想出兵，这不让我出，好容易同意了。当夜十月二号晚上凌晨三时发了个电报，说我们早已经做好准备，决定15日出动，4个军是第一批，后边我还有第二批，您就等着吧。结果电报没发出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领导人都反对。10月2号下午，这个书记处开会的时候，多数人都反对出兵，所以毛泽东一想，这得了，这电报揣兜了去了，连夜召见罗申，说中共中央多数同志认为目前不宜出兵朝鲜，条件还不成熟，讲了几个原因，这肯定这原因都是他编出来的。中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军队极其这个疲惫，这个战士无心作战。第二个是中国这个正在经济这个恢复时期，这个需要一个这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不能这个作战。第三个是这个讲什么，说是中国民主党派都反对出兵，其实那会儿民主党派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呢。说这个还有中国军队的武器和这个美国差得太远，无法跟美军作战等等，说了那么几条。但是最后讲了一句，说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中央还要召开会议讨论，请等我的下一步消息。那么罗申呢就把这电报发出去了，发出去斯大林一看呢，这样，他就给金日成发了个电报，说我已经跟中国同志说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商量，你等着，先别撤退，先在这儿再坚持一下。这边
毛泽东就召开会，啊，这不后来就是10月4号、5号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这个彭德怀请来，啊，彭德怀就是这个作为主帅出征，啊，当时他们彭德怀跟毛泽东谈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孤军跟美国人作战，就必须拉着苏联一块儿跟美国人打。哎，毛说这没问题，说斯大林答应了，说咱们出陆军，他们出空军，说那行打，得10月5号下午就决定这个出兵。但是决定出兵了以后，10月6号就召开了第二次国防会议，然后就组建这个志愿军。但这个时候毛泽东心里有点嘀咕，说斯大林是7月5号电报说了那么一嗓子，但是现在真要出动了，这个到底怎么个协调是吧？怎么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出动，他什么时候出动，这个还得跟他当面商量。所以他就10月8号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已经决定这个出兵朝鲜，啊，19号出动，还是4个军作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随后跟上。但现在有个问题要跟你具体商量，我派周恩来和林彪去，他们现在已然入境。坐飞机已经过了国境了，10月10号就到了这个黑海，斯大林在那儿疗养了。这个黑海的谈判记录呢，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啊，现在都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结果知道，因为谈判以后双方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现在解密了。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印证施哲的那个回忆是比较准确的。他谈什么呢？斯大林主要问说中国出兵有什么困难？周恩来说两个困难：第一，说我们武器不如人，苏联必须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啊，斯大林说这没问题。啊，说武器装备苏联包了，要多少给多少，要什么给什么。第二，说第二是。中国出动这个陆军，苏联一定要出动空军掩护。啊，斯大林说这个嘛问题也不大，说但是这个陆军呢准备比较简单，是吧？你打个背包扛个箱走了。说空军呀技术性非常强，说要不这么着，你们先去，你们先打着2个月，最迟2个半月苏联空军一定出动。这周恩来一听说这哪成啊，你要诓我一道怎么办？说这斯大林同志要不然这样，说我们再等2个月，那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说那不行，啊，说现在这个时机非常重要，啊，说你再等2个月，这个金日成早就灭亡了。你说还要咱们去干嘛呀？说还是你先去，我们跟进。啊，说周恩来死活不同意，说不，说要不然咱们就一块儿去，要不然咱们就一块儿等。商量来商量去谈不通，啊，我想是周恩来到苏联之前肯定跟毛商量过这个事儿，这是中国出兵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咱们俩得一块儿跟他打，你不能让我一个人跟美国人打，啊，何况中国确实没有空军。那么谈来谈去，最后斯大林火了，算了，那就不谈了，说那个我们也不去，你们也别去了，通知金日成这个放弃北朝鲜，到沈阳建个刘邦政府拉倒。这林彪一听不行，说你让金日成到沈阳建刘邦政府，这不引火烧身吗？本来战争在这个朝鲜，你就把金日成弄到沈阳，回人家美国飞机再来。说这样，斯大林同志，我建议咱把金日成留在山里，让他打游击，牵制美国人。哦，吵来吵去，最后就是形成了一个文件，就是10月11号，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联名电。这个大概3-4年前吧，苏联才解密，俄国才解密的这个档案。啊，这个电报怎么写的？
说中苏领导人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做好准备，包括空军啊，所以决定放弃北朝鲜啊。下边就解了几条，比如这个金日成到沈阳建立流亡政府啊，由这个苏联大使组织撤退，协助组织撤退，这个残兵败将啊，不没用这词儿，残余部队啊，到吉林休整，老弱病残到苏联远东，什么大概就那么几条。最后一句话是，这还不是最后决定啊，到底怎么办就听你的意见了，就听毛泽东的意见了。所以12号的下午3点，毛泽东接到电报，是罗申给他的，说现在有封电报给你。他当场看完了以后，当场说：“哦，是这样，我同意。”罗申立刻回了个电报给这个斯大林，说毛泽东就是这个同意，就这个态度。到晚上9点50分，毛泽东又发了一封电报给斯大林，说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同意。他到底怎么想的？这一会儿咱们就开始猜啊。但是，当时斯大林看了这封电报以后，知道没指望了，所以他就给金日成发了个电报，说：“本来中国同志是答应帮助你的，但是现在遇到了困难，他们退缩了。”啊，这个所以请你立刻组织撤退啊，苏联大使会帮助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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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通，就是通知金日成就撤退了。但是过了一夜，毛泽东突然变了。他怎么变呢？因为13号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现在没有找到啊，也可能没记录，因为这个毛泽东开会经常不让人家记录，不知道。但结果知道，因为这个13号的6点以后，毛泽东就不断的往外发电报，连续的给这个斯大林、给周恩来讲了几个意思。第一，就是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要出兵朝鲜。啊，出兵利益极大，不出兵什么这个损害极大，这个出兵以后对东方对社会主义阵营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讲，讲了讲这个出兵的意义。然后他就跟这个周恩来讲说，你要再见斯大林，让斯大林保证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现在这个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中国没有钱支付，你问他是不是可以以贷款的形式，等这个仗打完了咱们再支付。第二，你要让斯大林保证2个月，最迟2个半月，苏联空军一定要出动。但是这会儿斯大林周恩来已经到了莫斯科了，他就没有再回去，就跟这个莫洛托夫谈的。结果一谈，这个斯大林答复是贷款没有问题啊，这个苏联提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都可以以贷款的形式战后结算，我们还可以按半价给你算啊。至于空军的出动，斯大林讲说有一点你要清楚，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会越过鸭绿江。哇，这一听周恩来傻眼了，说我们在朝鲜打仗啊，你这个不过鸭绿江算参战吗？跟苏联人没法谈了，一个电报打回去，说我立刻返回。17号，周恩来就回到北京。这个时候，彭德怀已经这个指挥部队渡江了，啊，42军的先遣团已经过了鸭绿江了，赶快弄个直升飞机，哗拉到沈阳，沈阳呱就到北京。18号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你就自己打，苏联反正是不出动，人出动人家到鸭绿江转转回去了啊，怎么办？
18号这次会议的记录也没有，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讨论的。所以我说，这个如果决策过程要是清楚的话，我们对决策动机的推断就比较有把握。但是这两个次的会议记录都没有，包括4号、5号，就几次4号、5号，包括2号的书记处扩大会议，4号、5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3号的会议，18号的会议，都没有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谁发了什么言，谁怎么说的，啊，但结果知道。18号下午6点，毛泽东给13兵团发了个电报，照原计划执行，19日全军出动。所以19号晚上，这个志愿军就4个军，在吉安和这个丹东两个渡口，全军这个跨过鸭绿江，中国就出兵了。当然，在这个里头，毛也做了一些变更，就原来是准备出去嘛，就给美军迎头痛击，现在不了。小夫就先不跟美国人打，啊，咱们找一个合适的地儿建个工事，咱们在那等苏联人，等着苏联的装备到，等着苏联的空军上，然后咱们再跟他们打。万一非打不可，咱只跟韩国人打，不跟美国人打。这中国也有想法，对，因为当时确实不知道跟美国人作战是个什么结果，没跟美国人打过仗，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状况。好了，就这么个过程，我们来推断一下，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因为本来他设定的这个出兵条件，本来他要出兵，人家不让他出兵，人家让他出兵的时候呢，有利时机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看，美国人为什么认为中国人不会出兵？你看，我们出了那个8卷本的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评估，啊，有一个专题就是这样朝鲜的，朝鲜战争的，啊，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为什么？他就认为这个要出兵早该出兵，啊，麦克阿瑟讲了一句名言啊，这个杜鲁门，因为他涉及到一个美国人打到38线过不过38线。它涉及到这么个问题，啊，那过不过38线，关键就是跟谁打。如果过了38线，跟苏联人或者跟美国人打，美国人当然跟这个中国人打，那美国人当然不干。所以他要做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就是中国会不会出兵。你免得就是过去了，中国出兵了再退回来，那脸上多难看，干脆咱就别过了。就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杜鲁门要求听这个麦克阿瑟的意见，啊，这麦克阿瑟那会儿牛，在东京指挥，说我没空。这总统也不能跑东京去，说见一个战地司令官，说得了，咱俩太平洋找一小岛会面吧，威克岛会面，10月15号，就在机场上，啊，都没出机场，俩人一谈，麦克阿瑟想说不可能，你就放心，啊，中国人不可能出兵，要出兵早该出兵，到现在。这个出兵的时机都过去了，如果现在中国出兵，那就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那他们就排着队，呱呱呱打死完了。所以从军事上讲，确实不该出兵。为什么？就你出兵是为什么？出兵为了打胜仗嘛，对吧？你没有必胜的把握，你去干嘛去？说咱们出兵就是为了让人打一仗。给咱打屁股尿流回来了，是吧？所以呢，过去有一种解释，包括美国学者、中国学者也，毛泽东有个说法，或者是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讲法呢，从广义上来理解，是没有问题，是吧？总的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中国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边境的安全，要把这个战争的战线呢，远离中国的边境，啊，否则的话，中国的重工业啊，什么水电站啦，什么等等就受到威胁啊等等，
这是过去主要是，但是各种说法都有了，但是这种说法是比较，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有点不合逻辑。为什么不合逻辑呢？就是你设想的是把战线推到这个远离中共中朝边界的地方，它的前提是你能控制住这个战场的主动权，你能保证自己出兵能打胜仗，你才能把它堵，或者你把它堵在那儿，或者你把它赶回去。它前提是你军事上的胜利。但是中国领导人，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不同意出兵，主要的理由就是出战没有必胜的把握，不知道打得过打不过美国人啊，别到时候再这个再让人给打回来啊，把战火再引到中国的境内，这是得不偿失嘛。所以从逻辑上讲，他这个出兵的目的不应该是保卫中国边境安全，不是这个目的。那不是这个是什么目的？我的看法两条。第一，就是为了让斯大林高兴，让斯大林高兴是为了维护中苏同盟，维护中苏同盟是为了巩固新政权，这是个逻辑关系。我们倒过来讲啊，从这个1949年初毛泽东跟斯大林在过长江的问题上发生那场激烈争执，到1950年初在中苏条约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发生的这场争执，结果都是斯大林让步，这个非常重要。斯大林在所有的问题上过去都是说一不二啊，那他高高在上，谁能跟他顶？就一铁托顶两句，开了，差点没杀了他。要不是斯大林那天突然晕倒，铁托必被暗杀。2月28号，我看那个克格勃的那个报告给斯大林的，我策划那个叫精密。此人几年前就派到这个南美，伪装成个商人，然后哎，苏联给一大笔钱，在这赚钱，哗转移。不到南斯拉夫，人家到意大利，到意大利成了名了，哇，还名商人，然后就给南斯拉夫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就把这个铁托周围的人他都结识了，所以他报告里讲说，现在我已经可以接近铁托，而且呢，铁托的生日我都可以收到邀请，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暗杀的方案，三种方法：第一，近距离枪杀。缺点是我无法逃脱。第二，说弄一个小礼盒，这小礼盒里装着那个氰化钾，说生日礼物嘛，说这个铁托一开盒，噗，当场毙命，本人可以事先注射个血清，哎，能够这个逃过这个劫难，然后趁乱逃跑。第三，就是扔炸弹，这个就等斯大林批了。后来这个那天晚上斯大林喝多了酒，3月1号凌晨突然呼过去了，铁托活了。所以斯大林这个人呢是非常记恨的，非常记仇。你说铁托这样他都不能饶了他，毛泽东给他多难看啊！1949年初那次，1950年初这两次。
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了，中苏之间的政治这个协议达成了，但是毛跟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降到了最低点。啊，这个别人不清楚，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楚，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他后来反复讲，说这个中苏同盟条约怎么来的？虎口夺食啊，啊，从老虎嘴里拔出来的东西。那老虎谁啊？就斯大林呢。啊，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不信任关系将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将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中苏同盟条约如同一张废纸。特别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这个你看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苏同盟条约后期，因为一般人都重视的前期谈判，后期谈判就是中国提出了关于旅顺港、大连港和这个中长路的那个协定以后，苏联同意了以后的那几个月的谈判，苏联人态度完全变了。啊，后来李富春这个因为毛跟周走了嘛，李富春来了好几个电报，讲说这个苏联人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啊，原来讲的好好的，说苏联专家到中国呢，就领取跟中国这个教授同等的工资，其他所有的费用苏联政府担了。哇，家这个原来都签了协议的，马林科夫跟这个刘少奇都签了字的，说刘少奇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啊，说同志们，什么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世界上哪有这样援助别人的？哦，那会儿真是拿苏联当个榜样。结果这个2月14号以后再谈，苏联说不行，说我们这个苏联专家到了中国以后，除了给工资，你们还得给这个补贴，啊，除了给补贴，你还得给我们政府补贴，因为政府为什么？他原来在我们一个研究所工作，现在到你那儿去，我不还得雇一个人到研究所，这人的工资也你开，而且这个标准相当高，2000到4000卢布。后来弄的，你看最后周恩来都没办法。最后周恩来那个电报怎么写的？说算了，不要再争了，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咱们就少这个聘点专家算了。所以我只举这么一个例子，后边还有什么这个汇率的问题，就是人民币和这个卢布的这个汇率问题也是，哎呦，吵了几个月吵不下来。就是到后期，这个苏联的心态整个就变了。因为本来斯大林为什么这个给你这么好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大目标，这芝麻你都拿走没关系，那个西瓜留给我就回了就完了。结果这个毛泽东来了，先把西瓜搬走了。那你说斯大林怎么办？得了，剩点芝麻我也得要啊。但是这芝麻解决不了大问题啊。大问题是朝鲜问题，是港口问题，是亚洲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样一种状态呢，实际上它反映的就是，如果它继续发展下去，毛泽东再一次跟斯大林闹僵了，那么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了。啊，它就涉及到一个新中国政权能否巩固的问题。啊，这个材料非常多啊，但是我这个没时间细说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写的那个中苏关系史纲里头。就是毛泽东啊，从1949年以后决定跟苏联结盟，主要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夺天下。这个蒋家王朝必败无疑，49年世人都看得清楚啊，不需要苏联帮助，老子也能拿下这个全中国。但问题在于，我拿下中国以后怎么治理中国不知道，真不知道。原来咱没进过大城市，都在村里斗个地主啊，这个搞个土改啊，这在行。这个大城市怎么管理不知道，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讲的。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中共特别怵大城市，他们围了大城市往往不敢进驻。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上海，他说解放军围了上海以后，他说我就问毛泽东，围了那么长时间上海，为什么不赶快进去啊？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一大半都在上海，200万工人那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啊，您不赶快去这个占领上海。他说你知道毛泽东怎么说，说着什么急啊，几百万人吃饭我怎么解决得了啊，先让国民党政府盯着吧。再一说，他说我进了上海怎么管，我们都不懂啊，要不然你给我派专家来，我至少先要五个。沈阳辽沈战以后，占领沈阳以后，林彪给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也是要苏联专家，要100名，后边就安了个大单子，谁是干什么的都有。你是啊，他你说他进了沈阳，就别说什么银行啊、股票了、什么，这他说也没见过什么，这都是，还弄个什么地下水道什么，所以，他要求一个全面的管理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专家，就共产党那会儿确实没有，周恩来、陈云什么波一波跟苏联大师这个讲，都是讲的这方面，就中国没人。啊，不是中国没人，中国共产党没人，啊，这有人咱信不过，那国民党知识分子留下来，他不可靠啊。日本技术人员是有，他更不可靠啊。咱自己又没有，培养来不及，怎么办？请苏联专家。所以，1949年、48年，其实48年11月到49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苏联的军事援助，而是苏联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整个经济的恢复，国家这个制度的建立，社会的管理，要靠苏联。这个是毛泽东最急需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急需的。那么，如果中苏关系要处一种僵持的状态，或者是双方互不信任的状态，你想他需要的这些可能到来吗？不可能。所以我分析，毛泽东不愿意再一次和斯大林顶撞，啊，再一次这个中苏之间制造这种隔阂和分歧，所以他忍痛。必须出兵。毛讲了一句话，很能反映他这个思路。他说：“同志们都要这个出国，要打胜仗。他说打败了，我们也得去。什么意思？就中国出去打胜打败是另一回事儿，去不去是最主要的。说你听这话就能明白他这个内心想的是：我只要去了，做个样子给你看。”是吧，你让我去我去了怎么样，咱是国际主义吧，咱是马列主义吧，完了。从此在中苏当中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毛泽东的判断非常准确，就中国这一出兵，中苏关系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空军的问题，19号出兵，25号跟美国遭遇打起来了，28号周恩来接到通知，斯大林让这个驻华军事总顾问告诉周恩来，说苏联空军立即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作战，协同中国作战。其实斯大林早就准备好了，现在那个苏联国防部的档案都解密了，说哪个师到哪儿，飞机什么前进，怎么谁指挥，一道一道的命令。现在都有，就是他就是他不知道中国人想什么，所以他不敢让苏联空军出动。他万一啊，这苏联空军出动，您那转一圈不一定又回来了，是吧？他很怕被毛泽东绑架。
实际上我说朝鲜战争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绑架了毛泽东，但是到了危机的关头，他又担心这个毛泽东为什么非拉着我一块儿去打，这心里想的是什么不清楚，而且这个人太狡猾啊，你想想多少次我们之间的这种斗争，所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他故意就说我没做好准备。哎，当中国真的出兵了，斯大林明白了，所以苏联空军立刻就出动了，而且后不但出动了，两个月以后苏联的这个空军基地就挪到了这个丹东，所以他的这个活动半径就一直前伸到这个青川江，建立了空中的米格走廊，这个美国飞机就不敢来了，他保证了志愿军这一段就是青川江到鸭绿江之间的这种后勤运输线的这个安全。后来随着志愿军的部队向南这个移动，斯大林答应周恩来说，只要你在朝鲜给我建两个机场，我把苏联空军全部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是不是态度全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在其他的问题上，比如志愿军谁指挥，这个过不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以后是不是继续南下啊，铁路谁管理等等一系列的重大的这个决策，中国跟朝鲜都产生了分歧啊。金日成想说这个你在我这儿作战，这个军队当然由我指挥，那彭德怀想说哪能由你指挥，您那几十万人刚指挥没了我指挥啊，俩人争执不下，最后斯大林来电说彭德怀同志是真正的军事家，这金日成傻眼了，就是人家是真正的军事家，那我没我什么事儿了再就是这个过了三八线是不是继续南下，那吵得就更厉害了啊！彭德怀是坚决不再打了，过了三八线宣布停止进攻，全军休整。金城风风火火地跑到志愿军司令部说，你们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啊，你得乘胜追击啊，现在眼看就取得全面的胜利了啊，咱稍使一把劲儿，一风吹一样的，美国人就进海里了。彭德怀说不行啊，我坚决不打了啊，志愿军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啊，吃不上，喝不上啊，这个伤员下不去，后续部队上不来，因为这个他越往南打嘛，这个空中就越没有这个掩护啊，所以困难重重，说必须休整。又吵起来，又吵到什么程度？吵到彭德怀讲说：“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枪毙了，我就是不下令。”就吵到这种程度。最后还是斯大林解决了。斯大林给毛打个电报，说：“如果金日成同志非要打呢，就让他去打，你们守后方。”哦，这个彭德怀一接到这个高兴了，第二天谈判的时候跟金日成说，您要打好可以，您前面打，我给你守着后方，你不是说一吹就吹过去了吗这还真是记录就是这么写的结果说金日成又回去想了想，说算了，说我们也不打了还有这个好多问题呢，包括这个战俘的问题是吧，这个军管也是，铁路金日成要交给这个交通省，彭德怀不行，必须军管，说战争期间铁路必须军管，彭德怀不是，金日成说这铁路这是国家主权呢，我怎么能让你管呢，啊，我颜面何在，争执不下，连周恩来加入进来都不行，最后中国就是说算了，就不跟他吵了，就签了这个协议了。刚要签，斯大林又来电说这个铁路必须军管哦呦，金日成这个气呀 啊
后来还好，就包括战俘的问题也是这个，双方也因为到了52年的时候，这个谁，金日成就不想打了，啊，就是这个打也打不赢，这个老这么打下去，这个一天到晚轰炸他受不了，说赶快停战，说这个给斯大林写了个电报，说我不明白，李克农跟着他跟美国人谈什么呢？谈一天到晚就谈那个这个战俘问题，啊，说那个战俘。中国在跟美国人争，说现在美国每天飞机轰炸炸死朝鲜人比他们这战俘多多了，啊，而且那个战俘他也不是他们的，原来都是国民党军队啊，啊，让他们给俘虏了，现在又让人家给俘虏，你就让人回去不就完了吗？哦，跟这个斯大林那告状，斯大林回来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讲，说美国的条件绝对不能答应。说这美国的阴谋啊，什么什么的，这政治气焰嚣张，我们一定要打掉美帝国主义政治气焰，把它牢牢地拴在远东，让苏联进行和平的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萨尼看写得好，所以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斯大林都支持了中国的这个立场。啊，另外就是经济援助，是吧？这个。我就不细讲了，这大量的专家，和这个增加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援建项目，啊，所以毛泽东这个判断，我估计是这样一个判断，而且他收到了这个效果，啊，这样在战争的这样一种残酷的紧张的困难的局面下，中国的这个经济恢复2-3年。这个立刻就实现了，啊，社会比较稳定，啊，没发生什么大的这个动乱，而且整个沿线就是从这个东北一直到广东沿线都是苏联空军13个师防卫，啊，我想如果没有这个朝鲜战争的话，中苏关系发展会成什么样？恐怕是有大问题的，啊，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是这个呢，就是我从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心态的这种观察哈，他援救朝鲜是真心的，毛的想法，毛的这个眼界绝不在中国大陆，绝不仅仅在中国大陆，这个中国革命尚未成功，毛泽东就已经放眼世界了，啊，他一直想搞一个东方情报局，要建立亚洲革命联盟，啊，但是那会儿呢，这个斯大林老不吐口，所以他就没有什么动作。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些电报都找出来档案，你就发现其实他老在试探斯大林，哎呀，说最近这个日本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还有缅甸，他们老来找我，这个老跟我们联系，您看怎么样？斯大林没说，说现在还为时过早，这个他派就又派这个刘少奇到莫斯科去说，跟斯大林说什么？说我们很想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什么意思？你亚洲国家，你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你肯定话里有话嘛。后来斯大林讲说，欧洲情报局呢你们就不必参加了，将来时机成熟你们可以搞一个东方亚洲情报局，正合毛意啊！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7月份毛刚进中南海啊，就办起了第一学习班，就是亚洲各国共产党培训班啊，就各国的什么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哗就在中南海开班培训，啊，怎么搞武装斗争，怎么搞统一战线，什么什么，这个朱德，邓小平，什么李维汉多了，张闻天都来给讲课，啊，后来跟着又办起了马列主义。这个学院第一分院招收学员700人，都是各党的这个理论骨干，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
全都到中国来培训，啊，所以毛那会儿呢，确实想建造一个围绕中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革命阵营。斯大林开始就是有点担心这个事儿，所以当这个解放军部队快到这个广东广西的时候，斯大林就打电报说你暂缓向印度支那和南方的边境进军，免得引起这个英美的干涉。但是毛呢一直有这个雄心，所以这个在所有这些里头，唯有朝鲜不在中共的控制下，因为朝鲜一直是在苏联的控制下。那么1945年就是苏联占领朝鲜，后来虽然苏联撤走了，但是金日成就是苏联给扶植起来的，啊，虽然朝鲜战争前有大量的延安派干部回去，但是金日成很少直接跟中共发生联系。我刚才说那几个学习班，各国共产党代表都有，就是没朝鲜的，日本的都有。日本共产党那会儿也派人，啊，胡志明的也什么，这各国，包括印度共产党，都到中国取经，啊，怎么推翻反动统治，啊，建立革命政权，啊，所以毛讲，这个中国参战对东方有利，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是有所指的，就是他确实想要承担这样一个责任。那么这样就出了个问题，朝鲜是亚洲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朝鲜革命出事儿了，你管不管？你当然要管，你不管你怎么当亚洲老大？谁认你啊？啊，斯大林跟刘少奇说得清楚啊，说以后欧洲革命归我们管，亚洲革命就归你们管了，啊，你我合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蓬勃发展。好，现在亚洲革命出事了，说哎呦我管不了，这个不合毛的性格，他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所以不在于出兵打得赢打不赢，在于去不去。所以因为毛的想法他已经不是在中国的境内，所以他考虑问题跟为什么跟其他所有领导人考虑问题不一样，他要承担起这个亚洲革命的领导人的这个责任，所以亚洲革命出事他必须得管。结果怎么样？这个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怎么竖起来的？第一道就是朝鲜战争，当然以后还出了很多这个事情，就是苏共二十大、伯兄事件，到这个苏联的这个宫廷政变，那也都是毛这个政治手笔，啊，那家伙后来让人家就佩服的不得了，说毛泽东真厉害，赫鲁晓夫处理不了的事儿全让他包了，啊，所以后来为什么毛泽东到后来就觉得心态这个非常好啊？就原来亚洲的事儿，你看我管得了，朝鲜战争谁敢啊？没人敢管啊！中国出兵以后，你看外交部现在档案馆，就中国出兵以后，东欧那些国家，我要这个。欢呼跳跃上街游行啊，说这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啊，挽救了革命啊。到1956年这个苏联本来管欧洲的事他管不了了，得又请说这请你来帮着管管欧洲，这刘少奇也派莫斯科去了，一会儿周恩来也派去了，对吧？这欧洲问题我们也包了。所以1957年以后，毛泽东才要觉得他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了，就别人没这能力，只有我有。你把这个思路给他联系起来，你就能回过头可以判断，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啊，一定是有他这个更远大的设想。所以这个就是我对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的。他动机的这么一个判断，当然是不是这样？大家也可以这个好好考虑，好好想想。
那我的这个讲座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